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的活动彩妆师，我叫 Ivan。唇呢，在现在来讲是流行趋势很重要的角色之一，尤其在今年秋冬的唇，它分为两个态度，一个呢是严谨，一个是随性的态度。第一个比较严谨的态度，这个唇妆呢，先描出你要的唇型跟比例之后，再插上你喜欢颜色的口红。那在今年颜色的口红，你可以选择比较暗桃红的颜色，或者是暗酒红。那这些颜色里面都可以带一点紫色的元素在里面，看起来有点神秘感。随性的唇呢，首先第一步，我会先用一个蜜桃色调、珊瑚色调的，先做一个唇的打底，其实它做有一点遮瑕的效果。那接着呢，我会用比较松软的刷子，在唇中的地方，利用比较粉雾质地的口红或者是唇釉，从中心点微微的往外刷开来，它就可以制造出有渐层的效果。